there's in every section there is a difficult part. But it's a great competition. What I can do and compare with the other riders of the world. This is the 2018 UCI Urban Cycling World Championships. With over 500 top riders from 40 different regions. Welcome to Chengdu. UCI 都市自行车世锦赛是国际自行车联盟2017年在成都创立的世界最高级别的都市自行车运动赛事。全球顶尖车手齐聚在这项赛事的诞生之地成都，争夺标志冠军的彩虹山。Hi, I'm Alex Colborne. Hi, I'm Caroline Buchanan. Hi, I'm Jack Carr. And welcome to the 2018 UCI Urban World Championships in Chengdu, China. As the 成都建设世界赛事名称的重要组成部分 ，UCI 都市自行车世界锦标赛包括最具人气的三个世锦赛项目：山地自行车越野淘汰赛、山地自行车障碍攀爬赛。小轮车场地技巧赛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都市自行车赛事。I really like the atmosphere here in the park. We're really with the riders and wanted to do the riders the best. 正在进行比赛的是山地自行车越野淘汰赛，这项比赛始于法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厌倦了在现代化公路赛的车手们开始到丘陵地带去寻找新的挑战。他们将普通自行车改成胎宽多齿的山地自行车，给舒适的直把加上了变速器操控，以适应各种路面环境。将山地自行车越野赛改为都市自行车赛事并不容易，因为赛道崎岖多变才能保障这项传统国际竞速赛事的品质。在成都，占地150亩的新华公园解决了比赛场地的难题。公园里天然的岩石、树干、丛林、陡坡，再加上复杂多变的人工路障，让比赛结果变得不可预知。In France, we have a big, big level on eliminator, but this year it's more difficult than last year because I have a lot of pressure on my shoulder. 山地自行车障碍攀爬赛是少数非竞速自行车项目之一。今年为了提高这项赛事的含金量，主办方还特意请来了意大利障碍攀爬赛赛道的设计师丹尼。第一次到成都的丹尼被成都大熊猫的萌态深深地吸引住了。成都最闪亮的名片之一，大熊猫给丹尼带来了设计灵感。The principal food of the panda is bamboo. That's why you have decided put bamboo to decorate the section. It's a logo that is very nice to combine with this kind of element. It's perfect for us.比赛使用的攀爬自行车高强度轻量化，车手通过自身爆发力完成跳跃，同时采用刹车性能更稳定的油刹来保证动作的精准性。在五号赛道，比赛的西班牙车手本尼托斯在场上，应该是年龄最大的一位选手了。Bravo，Benny。世界上的第一辆攀爬自行车就来自本尼托的故乡西班牙，他可是攀爬界的传奇。本尼托18年的骑行生涯战功赫赫，曾获得了10次世界锦标赛冠军、5次世界杯赛冠军。在成都举办的 UCI 都市自行车世锦赛，本尼托已经连续参加了2届。We go to see all the
section, and we look how to make. 今年67岁的米吉已经为本尼托当了10年的专职教练，他负责为本尼托的比赛计时，并提供后勤保障。单位都是He make crash in Berlin. Here and back. He's all crash. 1 week before he beginning to run, he do what the best what he can. Bravo! Buona! Yoo-hoo! 虽然本尼托最后没能进入决赛，但是他在场上的精彩表现却让他收获了不少粉丝。Doctor, I am not lucky. I know. My dream is to go in on the final. I think it's very complicated. And last year and this year, I think it's a very good competition. Very good sections, TV service. I think it's good level of competition. 在这次的 UCI 都市自行车世界锦标赛中，进入2020年东京奥运会比赛项目的小轮车场地技巧赛备受关注。眼前这个19岁的成都女孩的注意力全被这场比赛吸引着，在选拔赛中，她以0.4分之差位居第四，与参赛资格失之交臂。不能参加比赛还是有点遗憾，但是我肯定会去给我的队友加油的。从14岁就开始玩小轮车的黄丽雅，目前已经是中国女子组积分排名第二的车手。2015年，她还曾经获得了 FISE 女子组第二名的好成绩。今年7月。成绩优异的他被选入中国小轮车国家队。玩街就是 BMX 的一种，它就是可以在任何街道上面玩，就没有那么多的限制。在今年的参赛选手中，有两位黄丽雅的朋友，来自泰国的 Pami 和来自中国台湾的郑乔红，他们都是小轮车场地技巧项目的高水平选手。就是因为 BMS 是一个大的家庭嘛，它让我认识了很多不同地域和国家的朋友，然后都因为 BMS 然后变成了朋友，所以想要说带他们一起去看一看，玩玩街呀，然后看一下这个城市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就像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有的气质，每一个车手也都有着各自的个性。在成都，玩自行车并不只在比赛场上。成都太古里，传统与现代交织，建筑、艺术、音乐相辅相成。大慈寺国际青年社区是很多成都年轻人们潮流生活的新据点。黄丽雅最喜欢的骑行地之一也在这里，玩出个性就是他们的生活态度。觉得很酷的是，这里是一个很 downtown 很市中心的一个圈子，但是这里会可以放一些比较 underground 市文化的东西，所以我们会享受在这里骑车的那种快感。只要是运动，其实都会让整个城市变得很活力，不会像死气沉沉的。无论来自哪里，小轮车都是大家共同的语言。无论何时何地，对手是谁，车手相遇总能激起他们不服输的精神。Everyone want to join and everyone want to patriot half or going to the Olympics. Just do the best of my life. I don't think too much. Just enjoy. We could consolidate 3 years in a row.The Urban
Cycling World Championship. Chengdu is a very interesting city. It's a major city in China, and it's very open to sports events. Definitely Chengdu is the right place to have this event. 这是一个极限运动风靡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全力向前奔跑，追求个性自由，挑战人类的体能和意志极限，不畏艰难，敢于探索，就是这场城市游戏的规则。成都，一座未来的世界赛事名城，让国际赛事纷纷驻足这里的，正是这份年轻、富有张力的成都气质。